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给我们有生命气息，他给我们有美好的这个大自然，就像现在我坐在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，这代表着生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其实我们都愿意敞开心，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偶然的来到这世界，那是因为人类犯罪后，人的生命就无法真正的像我们的神。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是陶匠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，当我们愿意让他来重新的修剪我们，建立我们，或者是改变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像一棵树，如同他的话说，栽在溪水旁，能够按时结果子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让神来陶造，不要害怕一切的训练或者考验。阿们。那我们就这首诗歌来告诉神，你是我的陶匠，我是你，我愿意被你陶造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好不好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再次诚实谦卑的祷告，因为离了他，我们实在无法自己改变，我们需要他来陶造，需要他来正确的带领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渴望。哈利路亚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陶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塑造我，告诉神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好吧，我们这样来祷告，跟着我说，创造我的天父上帝，我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如同你手中的泥，我需要你塑造我，我承认我有许多的缺乏、软弱、不完全，我渴望你能够改变我，使我更加的像你，
使我活出你的样式，使我能够成为有果效、有生命的见证人。谢谢你，我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恩手当中，如同你手中的泥。谢谢你塑造我、陶造我，照着你的旨意，使我有限的生命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，完成你的使命，完成你的托付，在我这一生。谢谢你塑造我、陶造我，更加像耶稣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很肯定的唱，你是陶匠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、塑造我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、塑造我更像你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塑造我成为你器皿，使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加像你，这是我们的渴望，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无法靠自己改变，因为当人犯罪那天开始，神的灵就离开人，人就开始很容易犯错多过于做好事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这位陶匠，就是我们的神，来陶造我们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以赛亚书64章8节，他说，耶和华，现在你认识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形容我们就是他手中的泥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它当成陶匠。曾经有一个的故事这么说，有一个人他不要被塑造，每一次他经过这些的塑造，他说好辛苦好难哦。但是有一次神就跟他说，你要我不要陶造你，不要修剪你，不要来破碎你，可以这样，你就待在你原本的生命状况，你仍然不能够真正的去成就我给你最美好的计划。就好比一个人，就好像一棵树，如果他不愿意被浇灌被栽种，他永远不过是一粒种子。所以耶稣说过，一粒种子要掉在地里死去，他才会结出果子来。所以每一个生命的结果是需要一个过程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被陶造。我们有许多不好的性格、观念、言语、行为，都可能因着过去不认识神当中培养不好的一切，被错误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愿意被他来塑造，像这个陶匠，当他在制作这个器皿的时候，那个器皿在他手中，就好像泥在他手中，在他的手中里面就能够被塑造、被磨出一个可以被使用的器皿。但是如果泥不听话，不要在这个陶匠的手中，
往往这个出来的器皿就是歪曲的，或者不能够被使用的器皿，都要被丢掉了。所以今天一个顺服的心，一个降服的心，在这个陶匠的手中如同泥一样，是我们能够被陶匠陶造的重要的一个态度，重要的一个的想法。所以让我们在被陶造当中有不舒服，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有些破碎的事情临到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愿意降服神和信靠神的心，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将要被陶造出成为一个非常有果效有用的器皿。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特别讲到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我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所以我们需要他使用我们，站对岗位，做对的事，我们就需要他来陶造。而且我们被陶造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讲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被拣选被带领，就是要来像主耶稣，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愿意渴望更像耶稣，主啊，我愿意被你陶造，这就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一个的生命的目标。不要只是盲目追求我们所要的，却忘记了我们要渴望和追求像耶稣的生命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们奏诗歌来告诉神，主啊，我再次说，主耶稣，我要更像你，这是我活着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目标，哈利路亚。就好像那器皿，就好像那器皿，愿意被陶造，如今我生命在你手中，借着你生命大能恩膏，我心已经被你更新，使我能被成为神家中器皿，如今我生命在你手中，陶造我随你奇妙旨意，使用我渴慕你的计划。一起来告诉神，我渴慕更像你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叫像那器皿，再次把自己献上给神，如同他手中的泥，阿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再次说，我们要更加像你，主耶稣，就好像那器皿，愿意被陶造，如今我生命在你手中，借着你生命大能恩膏，我心已经被你更新，使我能被成为神家中器皿，如今我生命在你手中，陶造我随你奇妙旨意，使用我渴慕你的计划。我渴慕更像你耶稣，渴慕能成为完全。
神，我渴慕更像你，我渴慕更像你，耶稣，渴慕能成为完全，愿再跟随你脚走，永远承受你生命。要不要开口来祷告？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像你手中的泥，被你陶造，让我们更像你主耶稣，更加成为和你使用的器皿。来开口祷告，主，我们愿意有一个降服你的心，愿意被你陶造的心，一个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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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个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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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谢谢你陶造我们，照你的旨意。谢谢你陶造我们，更加像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西嘎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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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成为你的管道，成为你的器皿，成为你有果效、有恩膏、有效力的器皿。哈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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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让我们祷告来渴望成为神贵重的器皿，不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，做一个神尊贵荣耀的器皿。哈利路亚，西嘎啦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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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西嘎啦吧啦吧啦吧啦，主啊，陶造我们，陶造我们，陶造我们，我们愿意更加像耶稣。谢谢你修剪我们，谢谢你破碎我们，谢谢你塑造起我们，给我们恩典能够刚强得胜，给我们恩典能够在经过这些试验中都能够站立得住，都有满足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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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犯错来的问题，而是可能家人带给你的困难，没有你犯错，不是你造成的，但是却有一些的考验，一些的挑战，一些的问题困难来到你的生命。如果有的话，好不好今天你来领受，神啊，我感谢你哦，好不好跟我这样说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所处的处境，我现在所面对任何的考验，我要感谢你，我不要抱怨，我仍然要相信你，我仍然要一个顺服你的心，因为我要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。我感谢你，你爱我，你陶造我，使我能够更像耶稣，改变我的生命。我愿意被你塑造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是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用。主啊，你加我力量，充满我，刚强我。主啊，奉耶稣名宣告，使得在线上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正在任何考验的，我们宣告我们能够刚强起来，我们能够保守一个顺服你的心，我们仍然坚信在你里面，主的恩典必定够我们使用，主的恩典够你使用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的愿意更像你，我们不回头看，我们不逃避，我们不怀疑，我们不抱怨，好不好？来再次告诉神，我渴慕渴慕更像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我渴慕更像你耶稣，渴慕能成为完全，愿再跟随你脚踪，永远承受主。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整个的疫情，包括现在仍然有的疫情，甚至是在管制令的一切的过程，乃是主啊，你给世人一个的陶造，你允许给世人的一个的塑造，使到人心谦卑，使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正确，
使到人在追求错误的道路上能够回来正确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向这神举起手。我们为什么要举起手？我们知道主的赦罪、神的医治、神的恢复必要临到每一个百姓，临到全球。时候到了，神啊，你看到时候到了，逃造的时间够了，改变了一切足够了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就来停止这个疫情的传染，来停止疫情，甚至让这个疫苗可以被发现，甚至主啊，恢复生命的重要的价值观，恢复每一个人，恢复这经济，恢复所有的关系。我们站在所有的破口在你面前呼求，好不好？这时候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逃造时间够了，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来停止所有肺炎的这个传染，求你停止肺炎传染。来祷告，是的，我们呼求你，主啊，你破碎了，你逃造了，主啊，人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你要停止这个肺炎，你要停止这些的瘟疫，主啊，你要恢复每个生命，你来医治，你来恢复每个的国家的经济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谢谢你改变了我们，谢谢你改变了每个政府，谢谢你改变了每一个的百姓，谢谢你也改变了你的教会。耶卡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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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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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每个生命经过这个考验后更加的正确，更加的与人正确关系，更加的正确来归向我们的神。哈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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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神来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呼求你，你的时间之翼成就。谢谢你让人不再一样，谢谢让每一个生命不再一样，谢谢你医治，谢谢你的拯救。哈利路亚，是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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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来得着每个心来归向你，也来祷告，使得更多人要来归向耶稣，这就是神最美最美的计划。每一个的患难的背后，我们宣告都是让人要遇见你，归向你。哈利路亚，来祷告，更多人要在这疫情当中，疫情过后来归向耶稣，神的复兴。哈利路亚，许个啦巴啦巴啦巴啦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更多人要归向你，更多人要归向你。哈利路亚，嘎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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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耶嘎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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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主啊，你的医治领导，你的怜悯领导，全球的百姓要来认识你，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始。主啊，疫情过后，更多的人要归向你，神的教会更加的兴起发光。希格拉巴拉巴拉巴拉，你的救恩要降临在全地全球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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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带着这样的期待，神的救恩大大临到全地，更多人要归向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拉巴，耶格拉巴拉巴拉巴，希格拉巴拉巴。主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拯救，谢谢你的怜悯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耶稣，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拯救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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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，嘎啦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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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希嘎啦巴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哈利路亚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转移仇敌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。
宣告多一次，哈利路亚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，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知道逃造有时，你的救恩临到有时。主，我们宣告你必施行拯救在万国万民，你必大大的复兴你的教会。我们更宣告更多失散的生命都要来归向你，更大的复兴要来到，更多的救恩的神迹要临到全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期待神要做更奇妙的事情，神要更多的施行他的拯救，因为每一次的患难背后就是神的复兴。阿们。洪水过后，神新的国降下，当门徒们经过暴风雨过后，他们更加认识主耶稣。当耶稣上十字架为着我们流血受苦过后，这个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就临到这个全世界的人类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要来提名，阿们，这成为我们最后非常重要的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两个人带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你就是创造他们的神，你也是要逃走他们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先要来拯救他们，那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，好不好？这时候你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两个人交在你手中。哦，来祷告，神来摸着他们，神来摸着他们。哦，让他们也能够来经历神的真实，他们的生命要遇见耶稣，他们的生命不能靠自己改变。主啊，求你的拯救临到他们，求你的医治临到他们，求你怜悯他们，开他们属灵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开他们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要听见你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充满他们。哦，跟着我这样宣告，亲阿爸天父，我宣告我祷告的这两个人，他们在今年都要来归向你，使用我的口，使用我的生命去影响他们，造就他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救恩临到他们，医治临到他们，他们要成为你手中被逃走的器皿。感谢你听我们的呼求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愿你得着一切荣耀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？这时候举起你的双手，天父，我们把线上所有祷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交托，好不好？这时候你凭信心领受神要给你的医治，身体有疾病的，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领受医治，所有的疼痛在你的身体现在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所有的耳朵的不舒服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所有的眼睛的不舒服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所有的骨头的疼痛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主的医治临到你，主的医治临到你。所有的血液血压领受医治，所有糖尿的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所有的这些的抓头痛的扁头痛的睡不好的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领受医治，领受医治，领受医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神也释放我们的心，让你心中恢复喜乐，恢复得胜，不再陷入所有的谎言的欺骗。你是得胜的，你是得胜有余的，你是成为神手中要使用的器皿，成为他贵重的器皿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赐福我们弟兄姐妹，赐福每个线上的新朋友，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更加被陶造，更加的像耶稣。哈利路亚，生命不再一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来主祷文来宣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记得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就是我们的陶匠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。当我们这样的被他建立，我们的生命不一样，活得更精彩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你。